好吧，差不多要开始抽了，站哪个位置呢？上面一点好了，希望早点抽到啊！我刚刚是已经抽了一抽啦，就是刚七点的时候我就抽了一抽，我是三星。对啊，大公子就是一直涌动，那我就要把我可莉的位置拿掉了。可莉是可以增加公子伤害了，搭甘雨的话就是一直冰冻人。可惜甘雨强就强他的蓄力攻击，他蓄力攻击伤害好高、喔。那如果我搭公子又用不到他蓄力攻击，小包里歪去迪鲁克，迪鲁克我还没有、欸、我现在整个账号没有的角色除了甘雨啦，就是迪鲁克跟温迪，其他我都有。好，那我们开抽啦！哦，几抽会中呢？我这边有十个纠缠之缘，先把这个抽掉。这算是第二抽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抽一抽了，那第二抽，好，第三抽。哎呦，第三抽就出行秋哦。行秋我是满命的，然后女仆我也满命的，我这次我这三只只有香菱没有满命。第四抽，第五抽，第六抽。第七抽，我都单抽单抽好了，因为觉得单抽的运气会比较好。八抽，九，十，不错啊，十抽出了两个四星。十一抽，我换一下道具。二抽，这个词给你五只哦。你总共几抽啊？十三、十四，哦，卡住，卡住都会害我兴奋一下。十五，十五出香菱 ，OK。十六，十七女仆。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，好啦，要开始挖原石了。直接来一个十连抽，还是单抽比较好。现在抽三十二抽了，我这样买它就会直接换，好吧，四十二抽。因为我现在有原始，所以我这边直接点它就会直接抽下去。我自己又买的好了，四十二抽，现在四十三抽，早点抽到啊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七、四八，一共五原始。也不到一百抽吧，有抽几抽了？四七了嘛，四十八，四九，五十，五一，运气没有很好呢，五二，五三，五四，五十五。六、五七、五八、五九，快要软包底了。六十、六一、六二，要厨子了、哦，不够了、哦，才六十二抽哎，先把现在有的抽完好了。
六三、六四、六五、六六、六七、六十七抽，这边还有四抽。哎，是八抽哦。六八、六九、七十，小保了，小保底了。接下来应该比较容易中了吧？七十一，小保底我们就不要点掉了。七十二 ，Come on， 金光。七十三，金的啦，金的。七十四。七十五啊！欸，我跟你一样七十五欸。哦，中了。OK， 没有歪。七十五抽，也是七十五，因为七十以上就是小保底了，那个几率会高很多。至少没有歪啦 ，OK 的。啊，我刚好全部东西全部花完，抽到最后一抽，刚好七十五抽。好吧，把它练上来。我可能还是要抽阿莫斯弓欸，因为我身上没有什么四星弓好搭配干预的。好啦，我们先来抽那个阿莫斯弓好了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别人抽到六命过的啊？他六命说明是说不用蓄力就可以打出这个二重的伤害嘛。然后我想知道他的不用蓄力是说你这样左键点一下，他这个普攻就会直接变成不用蓄力的那个二重蓄力键呢，还是说你还是要举弓这样射出来？我是想知道。对啊，如果他直接这样左键按一下就射的话，就是他会自动帮你瞄准，就你完全不用考虑你还要举弓然后再瞄准敌人射，他直接帮你瞄准，这样就非常的强。但如果你还要举弓的话然后再瞄准敌人射的话，其实你就省那个一秒钟的时间，其实也差不了多少。哇，抽阿莫斯，拜托不要出那个什么天空之傲，那个我超不缺。我没有在练巨剑角色，不要出那个巨剑。看一下历史记录，我之前有没有抽过了？没有，就抽了一抽啦，抽过一抽。哎呦，第二抽就紫色哎。用干预射鸽子很爽。第三抽，第四抽，第五抽，玩原神还没有双黄过，就是十抽内出两只五星。六抽，七抽，第八抽，九，武器池还会出角色的哦。武器池抽很少，三分之一的几率会出角色。我要自动瞄才会有蓄力效果，哦，那就不用六命了，那六命没有强多少。两只干预，一只第五克，一次三五星，超扯！那些人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符，真的是有够扯。我几抽了？应该是三抽左右了吧？这样算十五抽，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哎，所以武器池的那个软保底就是小保是几抽开始？也是七十抽开始吗？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三。四二五，哦，是六十吗？二六二七二八二九，我之前是有抽过天空弓啊，三十，但是抽的不多，所以我不太确定小宝是什么时候开始算的。三一三二三三，拜托不要抽到剑就好了。三四三五。三六、三七、三八、三九、四十、四一、
十二、十三，我可能有少算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因为我只算到四十九。我刚刚冲一单是有多少钻石？所以我应该是抽了五十一抽了，不是四十九，是五十一抽。因为我本来已经抽一抽，然后刚刚出一单，现在刚好花完，所以是五十抽，五十一抽了。我刚刚只出一单啦、啊，只有一单，所以还是得出值。惠利法阿莫斯，还不知道会不会出阿莫斯哎、欸，我很怕他歪耶、欸。好，我们这边先换三抽，三抽，五十一嘛，五十二抽，十二。五三，我们这边都按跳过，六十抽开始再慢慢点。五四，五，五六，五七，五八，五九，六十。啊，我本来还期望会早一点中的，不要歪就好了，不要歪。六十一，六十二。先看会不会出到阿莫公再说吧。六十三、六十四、六十五，阿莫公拜托不要！哈哈哈！干，我不要这个啦！Oh no！ 哦、oh, ，怎么办？我没有人可以装那个啊，我没有练，我没有练巨剑角色啊。哪里的事？要继续吗？哪里的事？中了，一抽。啊！怎么会是你？二抽。三抽，不过那一只我本来就有了，我没有要练它。四抽，五抽，六抽，觉得我是五抽了吗？我每次抽一抽跟大家聊一聊，我就会忘记几抽啦。我就算他七抽好了。好了，七抽，八抽。九抽，刚刚什么弓？应该不是中式。十抽，早上好，早安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啊，这样点就直接十连抽了，没有金光，所以是二十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，砂糖。抽到四星算是就是补给我一抽，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六、三七、三八、三九。哎、欸，再一把天空弓也 OK 啊，天空弓也可以的，反正五星两把，哪一把给甘雨用都 OK 了。五十一抽，哦，你说剑哦，不要，我不要再一把剑的。五十二，五三，五四，哦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。五十五，没了耶。No， 我觉得抽这个武器池 好不划算哦，因为它的 up 有两种，会歪的。看五十五了嘛，五六，五七，五八，五九，六十，六十了，六十了，六十一。
62，紫光。现在出巨剑，等一下一定出弓了，对不对？63，64，65，我觉得65特别容易出金。没有，66。67，68，啊！不要抽到80吧，更亏。最好给我出弓哦。69，我现在还是很苦痛啊！现在还是很苦痛弓。71嘛，刚70，所以71了。72，要保底了耶。73，74，75，欸，太过分了哦！现在都还没出金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抽卡抽到 bug 了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？啊？所以这个 bug 要怎么样？这个是干嘛？新手池又跑出来了啦！可以点吗？不可以点。为什么会有这个 bug 啊？我第一次遇到欸。76抽了嘛，刚刚75了，对不对？76，我觉得要抽到80了。77。79，啊 ！No！ 不要巨剑 ！No！ 欸，这个武器池很贱欸，还是我给他穿西风弓就好了。这个永远抽不到的阿莫斯弓，还是我就穿西风就好了。弓子力会低很多说，怎么这么痛苦呢？有这么难吗？我只是要一把苦痛弓而已嘛，真的很苦痛。再抽下去也不一定就是阿莫斯弓啊。可是这把真的强，就是很搭，他故意的，一定搭干雨的，他就故意把那个阿莫斯弓子力调低。我可能抽到20把这个巨剑才会出一把弓吧。哎，早知道上一次的那个天空弓多抽一把了。What should I do？ 哇，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把甘雨的命座抽起来都比抽这个武器池好。先换三抽。我这边是3+26是29抽，一定要再刻一单了。可能已经有2倍，对啊。哎，他这个巨剑的那个几率出的几率一定比较高，阿莫斯的几率一定比较低。抽了，抽了，抽了。嗯，我们去上面雕像好了，重开游戏也可以啊。不过我们先飞过去好了，等一下重开一下游戏。哎，重开游戏，最近运气就这样啊，运气飞的时候就一直飞。你怕我抽了三把巨剑不知道干嘛欸。抽了三把巨剑可以给谁用？直接十连抽，金光出现，要紫光，欸，金的，阿莫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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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，拜托，阿莫斯，就是你了，我不要再刻了 ，please please， 不要出剑，不要出剑，不要出剑，我相信你 ，yeah， 哦，吓死我了，哦，真的，啊，重开有感，真的重开有感。哦，至少我抽到了。我的狗说我在发什么疯。我这边，嗯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嗯。
OK OK， 有武器了，有角色，有武器了。什么西风猎弓？走开！当然要拿阿莫斯啊。哎 ，Dexter， 干嘛一直推我手了？有事吗？他一直在看着我。嗯，很有事哦 ，Dexter。好吧，那今天直播先到这边告一段落。我礼拜四的晚上9点还会直播，礼拜四就甘雨的装备应该就会比较强一点。然后礼拜四我们还会体验那个未来战新游戏。就先这样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啦，下次再见喽！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，拜拜，再见。